各位可以看到那个云豹假车在那个烟雾里面那样跑，其实那种那样漂亮。哦，待会请各位来宾哦，可能先后座一下，等那烟飘走。那待会就往我们静态展示区那边移动，我们都帮你把车排好了，线都帮你画好了。哦，那个照相的三条线要被照三条线，八台全都通进去了，都帮各位规划好。哦，请各位来宾往我们的静态展示区移动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 Yeah,